你吃无年纪，一天天在你身躯边，当作是咱往前三上，你厝后迄个花衣梅，才是真正的花衣妖，我这个所在，站排咱的阿娘，的阿嫂的迄个变卖死，你都爱回风去。当时买的厝我是一个小弟，真的是真真正正哩，阿娘已经死了。阿娘，你是？我是哪对位？小弟可以？这可以，太不应该。我已经请了苏华三弟来，苏华做主任务，上班事情这份千年合约，绝对不会让你多走。真好，今仔日一切就由你来发明。你来发明需要你对。有。我就我所有功力，赞助苏家的队伍，你管你是你做的生意。